各位好，这一集要简单的介绍爵士鼓各个部位的名称，另外要介绍鼓谱的基本的看法。我先来画一个图。爵士鼓有非常多种不同的版本的设定方式。现在画面上的，你可以想象这是一套鼓从正上方看下去的模样。我要一个一个介绍。通常在一组鼓组里面，最大的是大鼓。 就是我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方形的这一个好，那我们英文的名称叫做 bass drum，那你也可以说它是大鼓。接下来是小鼓，就是离鼓手最近的啊这一个，那在大陆那边会说叫做军鼓，在台湾那边比较习惯说是小鼓，那它英文叫做 snare，你说它是小鼓也可以，我有时候会说 snare，有时候说小鼓，两个名称我会换来换去的。 再来是，呃，前面的这两个叫做 Tom Tom。既然都是 Tom Tom，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比较高音的那一个叫做 Tom One，然后比较低音的那一个叫做 Tom Two，也也有人说叫做 High Tom、om, Medium Tom 都可以。再来就是在鼓手的右侧，通常在鼓手右侧或者是右侧在偏后方一点的这一个叫做落地鼓，又叫做 Floor Tom。 这个是鼓的部分，你看一下，从大鼓、小鼓、Tom One、Tom Two，然后到 Floor Tom，这样一共有五个鼓，我们就说这个是五粒鼓组，或者是五个鼓的鼓组。再来讲一下拔，拔的设定的变化也蛮多的，在右侧这边有一个最大片的这个铜拔，我们叫做 Right。再来，在左侧离小鼓很近有一个。 放在架子上，然后底下有一个踏板去踩的两片拔哦，那它会呃有一个开合的动作，中文中通常就叫开合拔，那英文的名称叫做 hi hat。好，那左前方有一片铜拔叫做 crash，常见的这个古教室里面的 crash 就是放在左前方，但其实 crash 的 摆设方式非常的自自由啊，有可能在各个不同的位置都有可能放 crash，甚至放呃两片以上、三片以上、更多的 crash 都有可能。那现在我画的这个图是可以说是你最容易在练团式或最容易在古教室里面遇到的设定。你去买一套初学者的鼓组，也极有可能是这样子的设定。接下来我要介绍古谱上面写起来的样子。 我们来运用一下这一本空白的五线谱，这是最近朋友送我的一本空白五线谱，很适合拿来发挥一下。在画面上，就像我刚刚画的那个图哦，你看一下这一个图，这个位置是一个鼓组，但是这个涂黑的这个部分就是大鼓，就写在这里好了，这是 bass drum，有的时候简写就是说，呃，我喜欢用 BD 好、oh, bass drum，有人说 kick 也可以。 在古谱里面呢、啊，它用五线谱来记录的话，通常这个大鼓的位置会画在底下这个两条线之间，你也可以说第一间在这个位置，这就是常见的这个大鼓的位置。但是有的时候对应的器材状况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双大鼓，它可能会把两个大鼓的位置分别画开来不一样，可能把另外一颗大鼓画在线上，或者是画在这个线以下。 都有可能会遇到。再来是呃第二个图，你看到的这个是小鼓，涂黑的部分哦是小鼓，有又,又是一个图示。那我会写一个啊、呃、snare drum，我可能会写一个 S D。那有的人有别的简写也可以。小鼓这个就没什么争议了，大部分的这个小鼓的位置会花在这边。你可以想成五线谱高音谱里面的呃这个 do 的高音 do 的位置，就是高音 C 的位置。 会在这边，再来是 Tom One 的位置，就是比较高音的那个 Tom Tom，比较高音的 Tom Tom 的那个位置会画在高音低的位置，在这条线上。好，Tom Two 的位置通常会画在哆以下的这个位置，也是线上。再来是落地鼓，啊 f l o o r Tom。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有的古谱画在，呃，这个位置，就是拉 A 的位置啊，哆来咪发嗦拉的拉，也有可能，说不定你会遇到有的谱会画在这个位置、呃，这些都是有可能会遇到的。但是你会去慢慢理解到，古谱会在因为不同的曲子，或者是你遇到不同版本的谱，不同的教材，就会有一些诠释上面的。 的差异，所以有些教材在最前面，甚至在目录之前，就会有一页专门介绍它这一本教材里面的古谱的相对的位置，帮助你去辨识。所以说，你可能把别的教材里面的古谱的视谱的相对位置对照到另外一本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差异。好，再往下看啊，这个铜拔的部分，这一个位置就是 high hat，所以 high hat 这我觉得拔的位置是落差最大的、哦。 我的话会把它写在这里，我相信有蛮多鼓谱也是写在这边的，但是有的 high hat 的，有的鼓谱的 high hat 可能会写的更上面，可能写在这一条线上。好，那有的时候你会看到，甚至有人写在上面这里，但是有的有的鼓谱就不一定了，他可能会把上面这个位置啊，像我现在画面指的这个位置把、呃，把它当成是呃把它当成是 crashes，然后这个位置当成是 ride，、right、它怎么定义就不一定了，所以在 crash 上面在铜拔方面都是比较自由的，所以像这一个图这边应该是应该是 crash 的意思吧？那哦，你可以写在这里，然后这个 ride 可能是可以写在这边。好，大致上是这样。我对于 ride 跟 crash 并没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一定要打 ride 或者是 crash，因为在节奏进行当中，我会把 ride 跟 crash 把它当成是一个选择。你要把打 high h a 的那一个那一只手。 要不要把它改打在 ride，或者是打 ride 的那只手改打在 hi hat？你可以自己有所选择，那是由鼓手自己在演奏当中所决定的。他们在节奏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非常的接近，所以通常我会把它写在同一个位置。那除非少数情况，特别我希望鼓手要打 ride 或者是 crash 的时候，我就直接在谱上面会注明。 大概就是这样，简单的说明爵士鼓组的各个部位名称以及对应到鼓谱上面的位置。今天先讲到这边。